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向大家介绍这个封面提示。视频中我穿的这个连体服呢是这个样子的，它还有黑色，还有这个水绿色。喜欢的话可以找我私信购买哦。站在吊床后方，将你的吊床整理好，上右脚踩上吊床，手抓高，站立上吊床，左腿拿到吊床前侧来，右腿旁侧分腿打开，吊床滑至腰部，手拉吊床卷腹，提左膝，左腿伸直，由外向内让膝窝挂吊床，起身来到弓箭式造型亮相，左腿直腿下压，让吊床锁于大腿根部，双脚踩入吊床，将步展开，左脚踩到步的最前端，右脚拿到吊床前侧，转身背靠右侧吊床，将左腿向外蹬直打开，让臀部和整个后背抵靠在右侧吊床，右手抓左侧吊床，左手将吊床部的边缘部撑开，这个体式就完成了。